大家好，现在我手上这位草药呢叫绿草啊，也叫明乐草或者黑草，它的一大鱼腥草比较跟它比较搭啊，就是说要用配伍就跟鱼腥草比较搭，还有萱草也比较搭。然后它的归经呢是肺肾经啊，还有就是它的性味是甘苦性寒啊，然后它的功能主治是清热解毒啊，利尿通淋，主肺热咳嗽，还有肺痈，还有肺虚、肺热烦渴，像这样的，还有热淋啊、水肿、小便不利，还有就是湿热泄痢、热毒创伤啊，还有皮肤瘙痒这样的一个功能。然后它对肺积水还有肺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作用，还有就是肝炎这样的话，它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。它是一个很好的消炎药，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清热解毒的药。因为它注意事项，它就说走非热病者慎用，就是说你不是得了热病，像这样就尽量不要用啊，会出事情。然后呢，它的用法量是什么？是内服煎汤啊，10到15克之间，先品呢在30到60克就捣汁，这样来捣汁用。还有就是外用啊，就适量捣敷或者就是水煎水先熏洗。但我跟大家说，最好的就办法就是那个煎水啊，因为它本身它是有很多刺，就特别扎，我抓在手上就刺了很多很严重的刺，因为它真的很扎，你要是干吃或者是干敷，那就很严重的一个事情啊。啊，这是绿草，然后它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治的病状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像这样一味药的话，能够治点你们正常生活中的小便利，像那种小病就好了，不建议大家用太多，因为自己用的话会出事，因为身边没有专业人士的话啊。所以本期视频讲的是绿草啊，也叫明乐草或者黑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